是以赛亚书41:1-4，我们有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啊，我们这里是别来，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这1-4。第一节，请弟兄，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第二节，姊妹，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第三节，有人声喊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沙漠都要平坦，大山山冈都要消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将为平原。好，谢谢。那我们下面我们用朗读的一起朗读的方式啊，读的圣经经句啊，以赛亚书40:3-4，我们一起来。有人声喊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好，英文的部分，台语啊，台语部分啊，先。好，我念一句，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句。有声叫讲，有声叫讲，伫旷野伫旷野发的路，伫旷野伫旷野发的路，伫沙漠的地，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遮的沙谷拢要填予伊填。大细山头拢要有予伊，大细山头拢要有予伊，弯翘的要予伊滴，弯翘的要予伊滴，坎坷的要收予伊滴，坎坷的要收予伊滴。好，我们比较长哈，我念一句跟着大家，哎，那就我念一句 ，A voice of one calling， A voice of one calling in the desert， in the desert， prepare the way，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Lord， for the Lord， make straight， make straight in the wilderness， in the wilderness a highway for our God， a highway for our God， every valley。Every valley shall be raised up. Shall be raised up. Every mountain. And a hill. Made low. The rough ground. Shall become level. The rugged places a plain. 好，谢谢。